如果只是听，那都听啊，我在走，听就是早上这样嘛，吼，一个半小时过了。嗯。讲师讲的好跟不好是谁的事？真的还是讲师的事？各位，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今天做了什么好事？或许要再问，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做什么好事？充实自己。护持道场，坐在这里护持道场，然后呢？充实自己，然后呢？蓄积能量，剩蓄积能量。学习讲师，我们都可以讲得出来哦。然后你回去可以像讲师讲的这样吗？哦，可以把道理做在日常生活上吗？哦、要尽力努力。来，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哈、哦。那个浩雪待会会打拍子，然后大家很安静才会听到拍子。有求过道的举手。在问好，对不起，请放下。还没有求过道的，请举手。应该没有啊，因为我们今天怎么办？人才教育班应该没有还没求到的。正常来讲，应该说都是青铜以上。那不会念无字真经的，请举手。我没好念。三个，无字真经，这两个是五，该好念。这个是等下后想要甲咱体验的吼，咱拢要听，咱拢要讲，也是咱刚做会到。浩雪待会打拍子，每打一个拍子，大家就念一个字。然后浩雪呢，请大家把两根手掌朝上，很轻松的放在你的这个椅子上的两个，很轻松哦。那每默念五个字，一、二、三、四、五，你就弯一只手指头，这样简单吗？可以吗？好。然后呢，接下来要仔细听哦，因为没有办法。拿麦克风了哈，来，预备哦，我们先眼睛闭起来，好，先自己练习一下五个字，有没有忘记了哈？没有忘记，来练，自己先默念一下，然后来开始哦。好，大家把手放下来。刚刚浩雪总共敲了几次？你念了十根手指头，念了几次？哈，来，你手指头刚好十根手指头刚好凹完的，请举手。好，来，我们举正。来，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前后左右看一下。好，放下来。你举九次的举手。八次的举手，好，放下。七次的举手，就一二三四五凹一根手指头嘛，对不对？好，那请问你们都凹了几次？刚刚没有念的，你们都凹了几次？有五次的吗？凹四次。好，其实浩雪总共敲了十次，可是刚刚看起来不到一半的人举，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当我听进去的时候，我的心，我的节奏没有跟他一起契合，一个字一个字念，一开始会一个字一个字念，但是到后面节奏越来越频繁，很顺嘛哦，没有高低起伏嘛，你就会怎样？哎，我永远提着我靠，刚刚有一个胖胖的变动，哎，我都算到第几位去？
不会，我拄仔敢若有另外去想着，阮兜的衫无落去，收敢若要落雨啊。分心。刚刚的思绪就会被干扰的时候，你的十根手指头就凹不完。各位，默念五字真经有没有很简单？是。很简单吧？那刚刚只有念十次而已，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很讶异？你刚刚没有办到。就刚刚的代志，咱做袂到哦。为什么？因为咱拢伫遐听，咱做够听，听进去呀，到底做偌济出来？你有没有自我发现觉醒过？有没有？还是都反正就这样听嘛，一年过了，二十年过了，还是就这样听。其实听只是一开始，我们现在这辈子要讲是我们累世累劫的福报，这个福报累积到现在可以坐在这边听经闻法。可是真的要像活菩萨的行义，我们是要把听进来的这些所谓的般若要把它化成行动，要化成行动哦。那后续要分享一下哦，我们早晚献香都有在跟仙佛跪拜早晚献香嘛，那请问你们有没有在跟自己家里还有长辈有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的人在做跪拜？拜祖先啊，拜祖先啊，拜祖先，拜祖先。那除了拜祖先，你自己爸爸妈妈在的有在做跪拜礼吗？没。或者你的小孩有没有早晚出门的前在跟你做跪拜礼？没有。那你觉得如果你的小孩每天出门前跟你做跪拜礼，你心情会很好还是很不好？好啊，我们来做一个示范哦，我们现场抓一位示范哦。跪拜礼要怎么做知道哦？我们跟一一三一起叩首，十叩首，坐椅跪十叩首，然后就是坐椅跪。爸爸妈妈，我跟你问安，今天祝你一天平安顺利回到家。爸爸妈妈，我跟你问安，祝你今天晚上有一个好好的觉，好好的睡，不要失眠。讲这样简单的话，有没有简单？你知道吗？做这些事就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道理。能不能做得到？你觉得好不好跪？不容易。哈，不好跪哦。来来来，我找一个人跪，来，梁姐来。梁姐来，你的小孩今天来很多，来来来，我找一个大的哦，大家看一下哦，看他小孩能不能跪得下去。好，来，梁姐来。哦，没有套好，这保险没套好的，就直接点一个示范了哈，来点一个示范，来示范，来，好，然后我们就是让他看一下示范，来，麻烦你坐这边哈，好来。你们小孩啊，来，大一点的谁？等一下，来，等一下，好来。好，等一下，不是大的。好了，没关系的，他走不快了，好了。好，先看哦，好来。那跟妈妈做跪拜礼怎么做？怎么问安哈？来，怎么跟你妈妈问安？看好哦，来，怎么跟妈妈问安？嘿嘿，我同意。你看，来来来，好来，请你来。他都还没讲话，他妈妈就先给他那个台阶不好下，说你做错事是不是哈？好，不是做错事啊。好，来起来，来来，先给他们鼓掌一下。哦。有没有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做哈？好来，思雅来，好，或许先。接下来，哦，来示范一下标准的。啊，后面年轻人都有看到哈、哦。如果各位已经没有长辈了，每天早晚还是可以跟自己的祖先、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是可以跟跪拜啊、哦。那后面的年轻人，今天你有来，你都有福气。你只要每天跪拜十叩首，上天给你加金币十枚。哦，种福田十枚，你有听到哈、哦？你有看到，然后你回去有做到，你就赚到了。好来，好示范给大家看哈，要不要拿麦克风？你看有一个座椅跪，跟我们道场。座椅，对。妈妈怎么了？
大名。祝你有美好的一天，谢谢。哦，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们怎样来工作呀？来来来，玉姐来来来来，志雅都敢做了，你做不到吗？啊，好来，来来来，喝啊，喝啊，那个，您爸爸一定特别特别弄病的。啊，你这个也就好啊，你起家理所当然，嘿，然后我们孝顺爸爸要其事，孝顺妈妈要其事，就是祝你贵，然后石头手祝福爸爸，比如说有美好的一天，或祝福爸爸身体健康，什么都可以说，好来。对了，坐椅柜，石头手。嘿嘿嘿嘿。哦。哎，位置是这样的。笑得不。祝爸爸身体健康，然后午安。谢谢，还给玉姐的，很好，好。亮玲，等一下哦，听一下她的感觉。来，我们玉姐先回去坐一下，心情如何？很好啊，很好啊，哈，对她很好，真的很好哈。对，你可以，你有婆婆，你可以跟婆婆坐；你有公公，可以跟公公坐；你有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坐；你有阿公阿妈，跟阿公阿妈坐。然后我们来到道场，我们跟点传师，我们跟福泉人一样，他们身穿。来到道场做任何道务，他们是身担天命，哦，不是一般的人。不要看到他拿毛巾跟他下跪的时候说啊，家己爸爸妈妈都不要那个礼吧。啊，为什么会有这种逻辑概念？因为平常就是没有在做这些事。那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啊，他做这些事到底有什么用？当我们为人子女的愿意为我们的父母亲长辈弯下腰。其实你出门在外，你就懂得把自己过好，保护自己。你也懂得天地之间的最基础叫做孝道。嗯。如果我们今天讲的道理都是你天天在规，公家会规，你也正得，行政也正，会觉得这人没孝顺。嗯。那或许你不觉得这叫做道理的、啊？嗯。哦，这邪见的啦，哦，哦，好。那今天的课程呢，或许还是再次很感谢你，是的，很感谢我们。